你是谁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是跟过来的。你是嫌我们给的银两不够表达诚意？ 王妃误会了，我来是特意向您道谢，也是辞别。我来，我死不瞑目。本来就是小儿胡作非为，委屈了你们父女。你快走吧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 走吧，这铁匠本应有一对儿，现在只剩下一杆了。里头坏了，明儿叫东村张木加一斤半铁。 打一打，哟，希若，里头坏了，明儿叫东村张木加一斤半铁，打一打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知道我丈夫去世那夜说的话？ 你是铁哥，希若，铁哥，希若，你快带我走吧，你带我一起去阴间，我想跟你一起做鬼，要不是为了孩子，我早就去找你了。 活下来的。娘，要下雪了，屋子里冷不冷？我来帮你生火。哦，不冷，屋里很暖和。够暖和吗？最近江霜多雨，冷得很。娘，你在和谁说话？ 我都已经睡下了，娘不是睡了吗？怎么盯着柜子发呆？啊，我这就要去睡了。康儿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 娘。 您有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
我是您亲儿子吗？你当然是了。那为何您走？那为何您总是对我有所隐瞒？就比如……唐，住手！他可是你的亲生爹爹。爹是大金的赵王，怎么会是这贼人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你从来都不是什么金人，你是汉人呐。你不叫完颜康，你本姓杨，你的名字是杨康。你在说什么？千真万确，娘现在一字一句地告诉你，你的亲生爹爹就是他，他叫杨天心。我让我爹，我让我爹和你说，康儿，你的爹爹在这里啊！儿子，你看看，这墙上刻的什么字？爹心，杨氏。这就是你的亲生爹爹，以前经常用的铁枪，上面刻的就是他的名字，爹心。不对，这贼人姓穆，他女儿叫穆念慈。娘，你一定是被蒙骗了，你一定是被蒙骗了。娘怎么可能被蒙骗啊？你来看，你来看，你不是总问我这铁犁是从哪儿来的？还有这桌子凳子，这屋子里面所有的陈设，这都是娘派人千里迢迢从牛家村运来的。这屋子里面每一件陈设都是我和你的亲生爹爹以前用过的旧物。这过来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王府里的哪一件东西不比他们好？可是在娘的眼里，这些破烂比王府那些花洞雕梁的楼阁好多了。我的儿啊，你真是没有福气，没能跟你的亲生爹爹在这样的破烂地方里长大。破烂还是一种福气。娘，你越说越奇怪了，他绝不可能是我爹，他是闯进王府的奸细，一定要杀了他。娘，我现在就帮你杀了他。康儿，你若是这样胡作非为，娘只要死给你看。娘，齐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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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何苦啊，细若。
强，我杨家传子不传女，谅你师父没有教过。爹，闺女，念慈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无数次的，我夫人，细若，这是我收养的义女，穆念慈。娘，孩子，我们走。南七怪的徒弟，可惜上次没除掉这个魔头。既然你送上门来求死，那我便成全你。梅若凡，你怎么知道我的本名？你是谁？桃花影落飞神剑，碧海潮生暗玉箫。我姓黄。你是？东海桃花岛的弹指峰、青洞、绿竹林、试剑亭，你还记得吗？好啊，你还没忘记我爹爹呢。他老人家呀，也没忘记你。他呀，亲自瞧你来了。师父，他老人家来了。休要骗我！
秦总管，落英神剑掌，不错，这招江城飞花我爹爹教过你的，你没忘吧？师妹，师父在哪儿？梅师姐，现在你有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立什么功？有坏人欺负我，你将他们打发走。我爹爹呀，可是最听我的话的。等我爹爹一到，我便替你求情。愿听师妹差遣。后舍小贼！黑风双煞没有关系，你的师父明明就是梅超风。我师父，让他再练一百年，看他够不够格。那你看我够不够格？梅师姐，刚刚就是这个恶人欺侮我。师妹，你刚刚是哄我的吧？若师父真在这附近，这些人岂敢叫嚣？梅师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告诉我桃花岛的心法，我自然帮你出了这口恶气。好，盘膝而坐，五星向天。什么是五星向天？双手掌心，双足掌心，头顶心，视为五心。蓉儿，这桃花岛的功夫有什么意思？你还是拜我为师，跟我回白驼山吧。出言辱桃花岛，干啥？大胆！妖妇厉害得很，各位小心了。再厉害也是个瞎眼的人，就是不知道童师在不在。先不管了，咱找个机会就灭了他。一起上吧。岂能重会一面？此事就是死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铁哥莫说傻话，就算死我也陪你一起。孩子，你一个人逃命去吧。不，我要和爹娘一起。好，我杨铁心有妻有女如此，夫妇何求？死守城门，给我接回王妃。康儿，你真要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赶尽杀绝吗？贼人蛊惑王妃，杀掉他，赏金百两。照顾好你娘。这边。在下杨铁心，请教道长官。谢天谢地，杨兄尚在人世。遇到全真教马玉，我与丘处级道长乃至交好友，望道长救我。杨兄，我这就带你们出城。康儿，
此人之全真教显教，非寻常师徒能够对付。你速回府里，去请那些高手前来助阵。是，父王。爹，这边。燕斗，一定要把王妃给我追回来。是。这妖妇双脚瘫了，全靠后面那小子活动了。射人先射马，先杀那小贼。大家都是江湖人，江湖事江湖了，小王爷莫管。我娘被奸人挟持，父王那边事态紧急，各位打算坐视不理吗？王爷厚礼聘我等前来，如今王府有事，我们怎能不管呢？王妃遭掳，眼下若是不可按，日后恐怕很难在王府立足啊。妖妇，你这笔账我算是记下了。小王爷带路，先救王妃。走。没事姐。二师父。师父们，别追了。静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怎么跟那个妖妇在一起啊？他刚刚救了弟子，之前王楚一道长被奸人暗算中毒，我就来这王府找解药，结果有几个恶人想杀弟子，弟子就遇到了梅超风，梅超风打退了那几个恶人，救了弟子。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们到处寻他不着，今日好不容易碰见了，不能让他跑了。算了，静儿不会说谎，他既然救了静儿一次，咱们恩怨分明，这次放过他，就当还他一次。大哥说的对，况且我们和他动手之时，他已经身负重伤，此时杀他，难免会被人说我们江南七怪趁人之危。没错。也罢，下次见他，我必杀之。醒了，多谢小师妹相助。别谢我，你帮我一次，我还你一次，咱们扯平了。我也是怕蝴蝶知道我见到桃花岛的人死在别人手里，日后怪罪我。所以师父他老人家没有了。也是，他怎么会特意来见我一个逆徒呢？你真的想见他吗？你不怕他杀了你啊？怕，但还是想要见到的。无论他如何惩罚我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我从前听我爹念叨过你们几个逆徒，所以这回算是我替他可怜你，把心法传给你，不然按你这么修炼下去，
双腿瘫痪只是个开始，日后必死无疑。多谢小师妹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会在王府啊？说给我听听呗。那日，我俩与江南七怪于战后，我被柯镇恶射瞎了眼，玄风被七怪所杀。为躲避七怪，我藏到了金人的六王爷府。他们只当我是个可怜的瞎子，便安排我在一处荒废的后花园打杂。晚上我便偷偷的练功，开始几个月，谁也没瞧准。直到某一天，被他撞见。谁在那儿？真想不到，在我王府中竟然还隐藏了这样一位绝世高人呢。小王爷，放心，我知道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会武功。我绝不告诉别人。我想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。在这里便没有人再能打扰你练功了。夏王爷，你为何如此帮我？我想拜您为师，学习武功。本该杀了他，可这小王爷身份尊贵，伤他会有大麻烦。再者，我感恩他父亲救过我，我便答应教他，所以就一直留在了王爷府。我的两位师弟丘处机和王楚一他们都在附近，相信他们看见之后会来支援的。邱道长会来啊？由他们二人支援，那些金兵拦不住咱们的。好，走吧。哎，在那边啊，快，这边他跑了，快，这边不好，跟他们拼了。姚兄，我拦住他们，你们赶紧走。爹，不好，娘。一个都不能放走！杀了那恶贼！你走！爹！啊！住手！杨兄弟，总算找到你了。邱道长，牛家村一别18年，真是恍如隔世啊。嗯，师父，是我。我可不曾有你这个认贼作父的徒弟。你要杀我吗？滚！
不小心。住手！疼！不愧是小王爷呀、啊，牛鼻子，你中的是子午透骨钉，活不了几个时辰了。师父，徒儿不是故意的。好徒弟，好徒弟。老师弟，赶紧运功解毒，我跟你护法。好。道长，我来助您。莫伤了王妃。心若，跟我回去。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娘，你还守着那恶贼干什么？快回来，父王会原谅你的。我不回去，我丈夫还活着，我要从此守着他，天涯海角都随他去了。娘，你随他去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你不要我了吗？不要我们这个家了吗？逆徒，你认贼作父已经18年，现在你亲夫在此，你还不认吗？师父，我爹是完颜洪烈，我叫完颜康，他养育了我，这18年的感情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。这个人，我和他总共才见过2次，我凭什么要认他？孩子，这不怪你，毕竟你一出生就在这王府里面。可是我当初也是为了你才走进这王府的。心若，你说的可是真话？这么些年来，你从未把我当成你的丈夫，也从没把这里当成你自己的家。这18年来，虽然王府里人人叫我王妃，可是我心里知道，我早就已经嫁给杨家了，我生死都是杨家的人，我配不上王爷。我不在乎，我只在乎你。这么些年来，你无时无刻不在忆着过去，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让你忘记过去。为了你，我宁愿倾尽所有，哪怕是放弃王位又有何妨？你看看朝廷之上，谁不是妻妾成群？而我完颜洪烈，唯独你一人足矣。王爷，对不起。我不要你说对不起，我要你告诉我，这么些年来，你当真没有对我动过半分真心？我原以为我的丈夫死了，我本想以残生侍奉王爷，偿还您的恩情。可现在我丈夫他还活着，更无法接受王爷的情谊了。心如，本王把你捂在心头，捂了18年，没想到还是凉了。
我自己的心。王爷，我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，可今天我想求求你，放过我和铁哥吧。不要求他。不可能，我今生就算得不到你的真心，也不可能顺了他的意。今日谁敢阻拦本王迎回王妃，格杀勿论。我事已至此，恐怕是难逃此劫了。那又如何？我全真教有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且慢，今日之事皆因我而起，我不想连累任何人。完颜洪烈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不要牵连无辜。今日我杨铁心在这儿给你个交代。杨兄弟，杨兄弟，铁哥，芷若，跟我回去。不要过来。王爷，我这条命本来就是你给的，今天我把它还给你，我们此生两清了。不要，齐若。相逢下路前往，是的，人我闯，浮华皆虚晃，恩怨都斩断，只留下晶莹刀光。莫怕，莫惊慌，一江湖一时狂，心作梦中可怎知，醒来是天涯梦。大道且寒长，天之路泱泱，千秋梦万丈，纷纷扬扬。问少年何为英雄所向，或初心不忘，或迷尘无慌。大道且还长，天之路泱泱，世间人万丈，纷纷扬扬。谁能知何为英雄所向，尽一心寻访，才知晓功过对错都不待纠缠。